记住，楚天书今天不能活。姑母放心，雪儿明白。这大红之人，这群人竟把公主放进了棺材里，阴森至极。等一下，我既是驸马，岂不是也要给公主陪葬？可我刚活过来呀，而且连自己是谁都……这是原主的计。爹后想尽荣华，苦此抵罪的阴仇，反被大母可杀。我娘打孩子暗地里使劲，我这是重生到了沙袍子身上呀，连大母有问题都看不出来吗？完蛋，这身体太虚了，怕是没几天了，救命啊！少爷，慕容雪，哼，哼哼，跟他关系非常恶劣，时常调戏他，更是在大母背后说他不少骚话。这下四周无人，他一个六成淬体高手，捏死我轻而易举。小少爷，你出了好多汗呢，不舒服吗？让雪儿给你看看。气流钻入脑海，必死无疑。检测到宿主死亡危险，激活大梦周天经。这里宿主心术大，保护你功能，应赠送宿主抽奖机会一次。大梦周天系统，这是什么吧？还分几个功能？这是透视。我可以看到人身体之中的血管、骨骼以及经脉。怎么回事？他没死，我确实是用玄器捏碎了他的经脉呀。既然如此，雪儿，先前的事我向你道歉，咱停下来捞个五毛钱呗。楚天书，皇后最爱惜公主了，她一会儿竟然看到这副景象，你说自己会是什么下场呢？快些把新郎官带上来。快快，穆公主拜堂的时辰，你我是要掉脑袋的呀。开始拜堂。一拜天地。新郎公主哪里？二拜高堂。我在成亲？这怎么可能啊？我穿越了。夫妻对拜。但是一上来就喜当驸马。天哪，她好美呀。真是你人缘一直不好，没想到来了异世界，这老天爷一下子给我送了份大礼。下一步是不是该进入洞房关头马？哎呀妈，冰婚了。鬼啊，诈尸了。楚将军家的小少爷活过来了。先别走。不好了，楚天书诈尸了。放肆，这大婚之日你们竟敢胡言乱语鬼怪之事。夫人，奴婢没有说谎，您的儿子他突然蹦起来了，活过来了。放开我，丑流氓。怎么回事？皇后娘娘，姑母，我本想检查一下少爷身体，谁知少爷他想侵犯于我。此子本性难移啊。是啊，刚刚跟公主成婚就调戏别的女人，这是对皇室的侮辱啊。臣等不忍公主受辱，请皇后娘娘一定要治他死罪。等你们先听我解释啊。皇后娘娘，此事甚大，我儿突然醒来，始料未及，却做出这荒唐之事，辱没了公主，都怪我没教育好舒儿，才酿此大祸。请皇后娘娘秉公办理，江月绝无半分怨言。你，他这是明着面的，把我生路堵死。来人，拖出去砍了。慕容雪也好，大母也罢，这群王八蛋都铁了心要我死。系统，我要抽奖。抽到逆转生死针法，生死人活白骨。
运转阴阳，定人生死。听着很闹，但人都快死了也没用啊。我试下，这公主竟然还有微弱的气血之力，也就是说她还没死。皇后娘娘，我能救活公主。你能救活公主？没错，只要给我几根银针，我就能让公主活过来。我虽是纨绔，但平日里也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习得一种救人针法。我能用此针法让您母女俩团聚，不再阴阳相隔。舒儿，不许胡说八道。冷静，本宫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且给你一次机会。若你是真救醒了公主，那你们这场婚事我会让它变成真正大喜之日。但若你救不活，我便让你尝尽这世间所有的酷刑，直至死。救活他，我生；失败则死。我还有退路，我还有退路吗？皇后娘娘，有件事还希望您不要生气。我需要解开公主的衣服才能打针。好，你专心医治，我就先出去了。行事果断，不拘小节，不愧为皇后啊。姑母，那楚天舒什么都不会，竟敢大言不惭说能救人，真是要笑死人。这次他死定了，即便我们不出手，皇后也会要了他的命。等着看好戏吧。皇后娘娘，幸不辱命，公主已经复活了。楚天舒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救活公主？画本上看到的那些传说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被他给碰上了。快进去看看公主。果然，老夫就知道一个纨绔哪会什么医术。公主不但没救活，遗体还遭到亵渎。这混账东西定要严惩。天是光天化日下调戏民女，又欺骗皇后，还侮辱公主遗体，理应处死。一群拥挤，放你妈的狗屁。心儿，公主体内毒素尚未清除干净，所以我才用银针封住公主魂门，将公主体内毒素缓缓逼出，如此这样三日便可苏醒。可恨这个庸医，一旦误诊了公主的死亡，现在竟连公主已苏醒都诊断不出来，差点耽误了公主最后的救命。我不是。你不是？那你刚刚逼叨个锤子呀，人老了就赶紧退休，别耽误了公主。你还留在这干什么？要你何用？皇后娘娘，我冤枉啊。好了，既然公主已复活，那也是喜事。楚天舒与公主已经过了三书六礼，也已拜堂成亲，楚天舒驸马身份不会改变。多谢皇后恩典，不过舒儿从小身体不好，为了不给公主府添麻烦，还望皇后娘娘恩准我这贴身丫鬟跟着她，方便照顾她衣食起居。楚夫人不用担心，府里自然有人伺候。皇后娘娘，妾身之所以要留将军府的人在她身边，也是担心万一舒儿又在外面闯祸，好歹有个人管教，免得外人怨恨到公主和皇后的身上。还请皇后娘娘可以体谅妾身的苦心。哇，你是千方百计想弄死我呀，派这么个人过来监视我。不过大母你也没辙，如今我也是驸马了，皇后只要想保全我，那便完全有理由拒绝你的要求。此事简单，本宫依了。多谢皇后娘娘。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皇后吩咐，都散了，驸马留府。您没事吧？啊，草民没事，只是悔恨自己还没能完全救下公主。什么？公主还有生命危险？不过，只要我继续施针，公主就还有希望。真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再为公主医治？草民如今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即便想要拿针都不一定能拿得动，只能等明日了。公主的病只有她能治，慕容雪，马上去请最好的神医来为她诊治，不得耽误。遵命。
幸亏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完全救下公主，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时间猥琐发育呀。气血两亏，肝肾衰竭，命不久矣呀。真的无药可治了吗？老朽无能，寻常医术也不可能奏效了，别的方法有吗？国师兴许可以救治，可国师有事外出数月，联系不上啊。如今若有玄学高手使用玄器为驸马续命，兴许还能多活几日。玄学高手并非练体武者那般寻常，岂是容易找到的？你要如何自救呢？楚天书，都先下去吧，让驸马休息吧。系统，系统，哎，快出来，能不能检查下我身体呀？正在准备检测宿主身体，请宿主保持现状，不要乱动。检测宿主身体极度虚弱，预计重症者期间10分13秒至15分。不是啊，真的只能再活7天了，我不要啊。系统已收集到4种符合宿主的续命方案，宿主可用5天寿命换取一次选择机会，宿主是否要进行选择？宿主已选择否，不打算用5天寿命换取选择续命机会，请宿主好自为之。宿主想修改选项，需要再消耗2天寿命，是否确定？请宿主谨慎选择。系统在逗我玩吗？这个怎么看也是选 D 呀。身体宿主选择了续命方案 D， 消耗5天寿命，剩余寿命时间12小时2分38秒，放松身体，接受系统的馈赠。欢迎宿主首次进入大梦周天空间。欢迎宿主首次进入大梦周天空间。检测到宿主实力太过垃圾，特为宿主开辟玄器种子，助宿主努力修炼，早日成仙。这难道只要我睡觉进入梦境就可以修炼提升实力？玄器种子是什么？拥有玄器种子的人100中无1，是比练武之人还强大的玄修。玄修等级从高到低分为大玄宗师、大玄师、玄师、玄士、凡人，每个境界又可以分为9个小等级。习武中人的炼体9重，战斗力相当于玄士9级。宿主需在体内集齐100根玄气丝，即可晋升为1级玄士，续命1年。哈哈哈！爽啊，躺着就能变强，系统我爱你。慕容雪，你等着，等我升到玄士就不怕你了。检测到有人接近，请宿主停止睡觉。慕容雪，你知不知道打扰别人睡觉是要遭天谴的呀？诅咒你成为飞机场。飞机场这辈子注定是跟你无缘了。本公子病了，需要好好休息，你出去吧。夫人让我照顾你，我自然得守在你身边，你病了我更得服侍好你。啊，对了，薛姐姐，你回府一趟，将我换洗的衣物和私房钱带过来，顺便将秋玉和冬玉也叫过来照顾我吧。啊，省得你一个人照顾我这么辛苦。他们没照顾好你，你死之后夫人震怒，就将他们卖给牙商了。啊，卖了？我可爱的双胞胎被卖了，我唯一的继位就这么被你这个坏女人摧毁了，现在赶快将他们买回来呀。卖都卖了，哪有买回下人的道理？再说有我照顾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得想个办法把它支开呀，不然我还怎么努力修炼呀。哎，我是可惜呀，身体没养好，无法施针的话，皇后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哎，雪儿，要不你就给本公子暖床。要什么？把手拿开，受死吧你。不怕死就动了，一将死之人
你和我换命不值得。冷静下来，这条贱狗死不足惜，我没必要打自己进去，一切任务优先，反正他也就七天可活，不急于一时。这房间里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现在就回将军府给你拿东西。雪儿，你的身体我超爱，晚上你一定要回来陪我呀。他一时半会儿应当是来不了，抓紧睡觉修炼。我现在只有不到半天的寿命了，我必须把三田的玄气种子凝聚成100根玄气丝，要想保住小命必须突破成为玄士。成了。谁能想到半天便从玄修达到了玄士。哎呀，如今我可以施展幻术了。若是趁其不备对慕容雪进行偷袭的话。主人，人家的身体突然好热。哦，等一下，慕容雪可是6级武者，以我现在的境界想要催眠他太难了。看来还是得尽快抓紧修炼到6级玄士啊。奇怪，怎么凝聚不出玄气丝了？请宿主尽快冲击经脉，打通全身720个穴位和所有经脉。看来系统是希望我先打好基础啊。先冲击经脉。姑姑，除非国师出手，否则楚天书绝对活不过7日。原本想让他与公主冥婚，我们楚家弄个皇亲国戚的身份，现在虽然出了意外，也不过是让那废物多蹦跶几天，你只需监视好他即可。可楚天书还打算让我将秋玉和冬玉带回去给他暖床，这个逆子临死还想那些龌龊事，你不用理他。可是他要是非要逼着我给他，这么说他已经非礼过你了。不不不，没有，先再忍7日，若到时他未死，你就亲手将他解决。侄女明白。另外楚天书还让我多带些银钱回去。银钱就算了，你就给他拿一块美玉回去吧，等你天阳哥回来银两都得给他。天阳哥下个月要回来了。他如今已是玄师境，等楚天书死了，我就想将你俩的事情给办了，全凭姑姑做主。那我先回去了。不行，太慢了呀，一个小时才冲开一个穴位，照这个速度，估计至少得3年以上才能将全身经脉打通。看来必须想办法找帮手配合才行。你要的东西拿来了。怎么都是衣服啊，没有带来银两吗？你一个将死之人要银钱干什么？藏得好啊，我之前收藏的美玉竟被他私吞在此。行，银两我不要，但你总得留下点东西。什么？你竟敢私藏主人的财物，好大的胆子。该死，这是留给天阳哥的，竟被这个废物发现了。暂时还不能逼急他，不然他暴起对我痛下杀手就完了。这次就先饶过你，下不为例。起来，随我出去。你来这里干什么？本驸马缺几个暖床丫头，所以过来看看。楚公子还记得我吗？哦，刘大嘴，你可知道我身边那两个丫鬟秋玉和冬玉被哪家店买去了？哎呀，他们正被明艳楼公开拍卖，据说许多世家公子及青楼老板都参加了。什么？快带我去明艳楼。好嘞。各位，想必许多人都认识这两个双胞胎姐妹秋玉冬玉，她们斗冠年华，美貌绝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今更是淬体二重巅峰境界。3000两。3800两。4000两。我要了。4000两还有人加价吗？4001两。混蛋，跪捣乱是吧？老子出4002两。4003两。4500两。花雨楼的老板娘上官燕，竟连她都想买下这两厨啊。上官燕调教这两厨还是绰绰有余的。没错没错，这双胞胎呀，只要稍加调教，绝对能成国都名妓，身价呀翻几倍。5000两。我出5000两。少爷。5000两。还有没有高于5000两的？哟，公子，明艳楼鉴定了您的玉，价值3500两，这不够啊。没有多余银两，
看来得想个办法。哼，如果让明艳楼知道你拿不出5000两，看你怎么办。我们明艳楼虽支持以物抵换，可若抵换物价值低于叫价，那便永久拉黑。那好说，我把慕容雪当在这儿。你发什么神经啊？那两个下人能跟我比？你闭嘴，老子的东西啊，谁都不准碰，看一眼都不行。你说什么？姑姑，他这样我可就忍不下去了。听说楚天舒与公主冥婚的现成死而复生，没想到是真的，现在成了驸马，不宜得罪。既然楚公子想要，便让于公子了。睚眦必报的报复谁能承担呀？只有激起这些人对原主的恐惧，有一个人妥协，一群人便会妥协，接下来就是钱的事了。5500两，不管楚天舒出多少，我永远多出他500两。是这小子呀，嘿，真是天助我也。楚天舒，我今天就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李玄成才是皇都第一纨绔。原来在你心中，谁钱多谁就是第一纨绔啊，哼，简直太丢纨绔的脸了。嗯，你什么意思？老子怎么就丢纨绔的脸了？楚天舒还嘲笑人家花钱多，他自己才是最败家的。没错，听听他狡辩怎么不丢纨绔的脸。人生苦短，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才是纨绔的追求。真正的纨绔呀，是美食家，是情圣，是鉴赏家，是博览家，而不是比谁钱多。靠，纨绔被他说这么高大上，真是个人才呀。谁说只比钱多了？你说的那些我也都会。是吗？那不如我们比比。比就比，你说比什么？我楚天舒阅遍皇都美女，练有一绝技，只需一眼就能准确说出任何美女的三围。区区雕虫小技有什么值得炫耀？少爷我也可以。既然如此，我花雨楼愿助助兴，请两位公子比试吧。这是我花雨楼的四位小妹。此女分别为90、60、90，极品啊。92、64、93。白衣女子94、58、91。绿衣女子96、62、95。没错，她的上围是94。你是不是眼瞎？旁边这位白衣女子才是94。就是就是，绿衣女子明明比白衣女子大一圈，怎么可能一样大？这楚天舒就是胡咧咧，废物终究是废物，估计他连女人都没品尝过，又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姑娘，你垫了2公分胸垫吧，快拿出来吧。怎么可能？他竟然真垫了胸垫。愿赌服输，10000两，给你。小样，跟我斗，我可是有透视的，垫没垫可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拍卖继续吧。我出6000两。好，现在楚公子出价6000两，可还有人加价？6000两第一次。哎，绕了一圈，一对可人的双胞胎呀，又落入楚天舒的魔爪了。6000两第二次。公子，咱们回家。哎，好，好，好，咱们回家。啊，不好！不好！混蛋！金甲雕虫小技！混蛋！给我收拾那两臭丫头！伤害少爷，废物，连两个小丫头骗子都打不过，要你们何用？5000两，再赌5000两，你可敢接战？李公子这么赶着给我送钱，那我不接多不好意思呀。楚天舒，拔剑吧。对付你不需要剑。公子，你毫无武艺，那李玄成虽不是淬体武者，但还是练过些武术的，不可冲动啊。哼，自己作死吧，一会儿让李炫成一剑劈死，可怨不得别人。混蛋，竟然小瞧我。
竟敢接手单挑还不用剑，这完全就是在作死。有本事别躲，赶紧向我求饶，承认我赢了，我就饶了你。不是，你怎么不躲了？凭你也想杀我？必是该见。要杀我？我认输。这还没动手，怎么就投了？玩呢？乖，这样才对嘛！滚吧！哎，记得让你家公子把输的5000两送到公主府。是。哇，公子好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奇怪，这个李炫成搞什么鬼？楚天舒明明没动，竟吓成这样。哎呦，终于找到你了，驸马爷。皇后让您回公主府给公主治病，有谁看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只看到楚天舒动都没动，李玄成胡乱砍了几剑就跪地认输了。嘿，真是邪门！妈的，亏我还看好李玄成，给他加油，没想到他才是那个废物。这个楚天舒怎么感觉和之前不一样了？儿臣见过母后。不错嘛，看来你找到了医治自己的方法了。算是吧，相信要不了几日就能痊愈。好，那就抓紧时间再为公主医治吧。东西都已备好，我在门外等候。这公主不愧小小年纪就达到了淬体6重的境界，如今身体这般虚弱，不用修炼还凝出一根玄气丝。这天赋着实让人羡慕呀。不过她玄气种子处于大脑，将来孕育出玄气蛇冲击经脉时，一个不好便会伤及大脑，成为白痴，弊端也挺大的呀。我因你而活，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也都算是一种缘分。今天我就用你这一根玄气丝帮你打通任督二脉。终于帮他打通了任督二脉，体内毒素也清除了，该是醒来的时候了。你是楚天舒，得赶紧在公主面前立一个贴心暖男的美丽人设。楚天舒，你就是那个废物无耻恶霸奸诈小人楚天舒。如心，你醒了，太好了。我心儿，你怎么这么傻？为何要服毒自杀？我不是自杀，是跟在我身边的红叶在糕点中下毒。你放心，母后一定给你个交代，调查出事情真相。对了，那楚天舒是怎么回事？母后为什么让他如此对我，还将我的衣服都给脱了？心儿，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我要杀你！杀他！天舒，你先出去，让我和如心待一会儿。遵命。如心，母后其实也看不上那个楚天舒，但有他在，那北幽王子以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就不会再逼着你去和亲了，你懂吗？可是刚才他那样。那也是为你治病，总比眼睁睁看着你死去强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我超级讨厌他，讨厌到死。皇后，不好了，北幽王子来了，还说要进来探望公主。如今你是名正言顺的驸马，本宫不便接见，去让他别进来。是。要是阻止不了这北幽王子，恐怕最后的免死金牌也要丢了。皇后这是想借此除掉我驸马的身份。无论如何，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大胆！公主府邸没有拜帖，不得入内，快给老子让开，让我家公子进去见公主。哟，谁家的野狗在公主府前乱吠呀？哪来的小白脸，竟然敢骂老子？大胆，敢对我们驸马放肆。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京城第一废物楚天舒啊，凭他也配得上你们西前的公主？真是笑死人了。你说咱们家倾国倾城的公主，怎么就选了个这名声狼藉的纨绔当驸马呀？哟，小声点儿，
他现在是驸马，你是想掉脑袋吗？都给我让开，我要进府探望如新公主。小的起码可以轻松猎杀上百匹战马，一口咬死一个淬体的武者。看来传闻不假，北幽国的胡云水真的拥有驯服妖兽的能力，气血覆盖六尺方圆。这家伙居然和慕容雪一样是淬体六重的高手。我这角狼平时最讨厌尖牙利嘴之人，性子一上来谁都拦不住，咬死大不了处死角狼，而你只会被当成是一个草包纨绔，做个冤死鬼。驸马大人怎能这般受辱，请您快教训一下这群北幽人。你妈，这老娘们一肚子坏水。走进府提亲。站住，公主府内不得随便。无不悔是吧？哼，就算你们北幽乃蛮夷之国，但也应该懂点礼数吧。放肆，竟敢侮辱我们北幽国不懂礼数。想见公主没有拜帖，登门造访不被薄礼，这不是不懂礼数是什么？这样说确实是我欠缺考虑了。既然没带礼物，那就请回去备好礼物再来吧。放屁，我们王子殿下就是最好的礼物。哈哈，你是说你们王子是物品可以随意送来送去的啊？你闭嘴。殿下，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听这小子胡说。今日我一无拜帖二无礼物，就是要进去见公主，你能拿我怎么样？王子殿下，你这样咄咄逼人，就算杀了我也得不到公主芳心啊。你可知公主最喜欢什么？什么？公主最喜欢诗词。你若真是个爷们儿，就与我各写三首诗让公主点评，公主不喜欢谁的诗，谁就自动退出，可敢比试？完了完了，他怎么敢提这种建议？我听说他除了玩乐根本不看书的呀。是啊，我听说他只会画乌龟，从小拿书当枕头，怎么可能会作诗啊？公主虽然喜欢诗词不假，但这楚天书要比作诗，无疑是给西京国丢脸。你真以为我胡不悔只会打打杀杀吗？你出个主题吧。不不不，既然是我提出来比试，那主题就你来出吧。好，这个废物竟然跟殿下比写诗。殿下的诗可是得到过大学士的夸奖的，文采更是不输大学士。赢这小子绰绰有余。哼，这小子真的是变着花样作死，我看你一会儿输了怎么办？我来秦都已有半月之久，倒是有些想家了。第一首诗就以北幽国的草原为题吧。好，那开始吧。这家伙终于掉进我的陷阱里了。你说说咱这纨绔驸马爷楚天书能做什么诗啊？哎，虽然我也不喜欢北幽王子，但不得不说这个王子肯定比驸马强啊。不好，此事让民众知道了，快去报给皇后娘娘与公主。是。殿下，属下把更多的百姓都吆喝来了。等下您作诗，不但能狠狠地打那个废物的脸，更能在西秦国百姓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禀告皇后娘娘，驸马爷与北幽王子约定比试写诗，还让公主来评判好坏，谁输了就退出，不再追求公主。现在府门口已经围满了参观的百姓。这个楚天书简直胡闹，比什么不好偏要比写诗，还闹出这么大动静。母后，我就说他靠不住吧，不管比什么他都是个废物。草原骏马游猎，离离原上草，一年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来，凄凄满别情。看你还要再酝酿一会儿，我就先来了。
哈，什么狗屁诗句啊，跟我们殿下比起来差远了。哎，殿下该您表现了，让那小子听听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好诗。诗是好是坏你他妈耳朵聋听不出来是吗？倒是小瞧你了，第一首诗你赢了。不对，殿下，这小子一定是作弊了，刚才那首诗这个废物绝对做不出来。哦，出题的人可是你们王子啊，你的意思是你们王子帮我作弊了？哎呀，王子殿下，如此脑残的手下，我要是你早将他杀了。殿下别听这小子胡说呀，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闭嘴，不用管他，我们开始第二首诗吧。就以你们西秦国如星公主为题，形容她的美貌如何？皇后娘娘，公主殿下，这是驸马爷以北幽草原为题写的诗，你们快看看吧。怎么可能，那个废物能写出这种千古佳作？这真的是楚天书写的诗？写得再好不也是为北幽草原写的诗，分明是在讨好那位北幽王子。皇后娘娘，公主殿下，第二首诗出来了，念与我听听，那废物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诗词？千秋无绝色，月暮是佳人，倾国倾城貌，惊为天下人。这真是他写的？看看人家把你夸的千秋无绝色，倾国倾城啊，我的女儿可不是倾国倾城吗？母后。王子殿下，第二首诗我也写完了，该你了，就是不知你能写出什么形容公主美貌的惊世大作啊。是我输了。哎，你这诗一出口恐怕千百年都无人能超越，我还怎么好意思献丑？这个楚天书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吗？怎么写诗这么厉害？何止厉害，分明是千古佳作啊。殿下，这小子从小喜欢女色，肯定垂涎公主已久，说不定啊是早已找大儒代写的情诗，现在刚好拿出来用了，算不得数的呀。对呀，既然与公主成婚，那自然要准备些讨好公主的礼物，说不定这诗还真是提前准备好的。和你们扪心自问，这世上若有能写出这种绝诗，早就出来了。确实，诗词的风格完全没见过。不不悔，你出第三首诗的主题吧。我说输了就是输了，可若楚兄还想继续，便以军人为题，那我也想听一听楚兄是否还能做出传唱千年的诗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或许是我被军人最好的归宿吧。楚兄的诗文出神入化，吴某甘拜下风。最后一首诗必将会在我北幽国传唱千年。殿下，属下认为您根本没输，我这就杀了这个废物小人。殿下，如楚兄所说，这种脑残手下确实应该将他杀了。为了加深北幽西秦两国的武术交流，我会向西秦国皇上申请半个月后与楚兄比武决斗，望楚兄不要拒绝。驸马爷和北幽王子在公主府前比试作诗，当场作诗三首千古佳作，可谓今世大才啊。公子，买到了买到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真是楚天书那个家伙做的诗。天啊，恐怕当时大儒都做不出这种千古名作啊。可恶的楚天书，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赢你。你们俩回去通知，那5000两的赌债咱们不送了。放肆，你是想让我失信于人吗？我要亲自送去。这个楚天书，没想到之前他竟然藏拙呀，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恐怕这诗是他作弊，由人代做的吧。
那么多人目睹了作诗过程，题目还是北幽王子出的，他如何作弊呢？况且天下之人又有谁没有这般文采呢？楚天书当真是有趣的家伙。怎么了？没见过本公子如此帅气的时候啊。不行，楚天书不能留。你就等着看我是怎么打败那个北幽王子的吧。我把胡不悔打发走了，母后和公主不应该高兴吗？我们已经知道胡不悔要与你比武决斗了，你要怎么赢他？一个人是否有文采很难看出来，但这楚天书连淬体境都没到，根本没有半点胜算，你关上门也没用，现在比武一事恐怕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会关乎皇族的脸面了。其实我是一名玄修。什么？一级玄士。那北幽王子可是淬体六重强者，你一个一级玄士拿什么跟他打？实不相瞒，公主体内也有一颗玄气种子，我给公主治病的时候帮她打通了任督二脉。这是真的？母后，我可以成为玄士了。好好好，以后我的女儿也可以成为玄士了。所以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必定能打败那胡不悔，请母后帮我。比武延期的事情我想办法给你解决，你最近就好好修炼，皇上那边我会替你疏通。多谢母后。哼，虽然我很讨厌你，但是你的这份恩情我记下了。我可是躺着就能变强，只要能一鸣惊人，之后的处境肯定也会变好。心儿，你没事吧？可真是吓死朕了，快让父皇看看。如心这一次因祸得福，激活了玄气种子，都是因为楚天书，陛下可要好好奖励他才是。哦，此子竟有这等神迹，该赏，但他也得比武之后有这个命令上啊。父皇都已经知道了，这么大的事朕岂能不知？刚才胡不悔已经先行前来面圣，朕已经答应他半月后古斗定归宿。父皇，他俩擅自指使我的人士，我恨不得宰了他俩，怎么可能嫁给他们？不愧是朕的女儿，只是朕也听说那诗词比试，这是怎么回事？什么？这是楚天书做的诗，他竟如此大才，这真是他做的吗？确实是他当场做的，但他与胡不悔比武却差得远，希望陛下能为楚天书多拖延半个月时间。时间不难，只是你觉得楚天书能赢吗？楚天书虽是玄修，但他现在重病刚愈，半个月后想赢胡不悔简直天方夜谭，不过他有很大的自信，一个月后定能赢了那北幽国的小娃娃。皇后，朕没猜错的话，你是打算将楚天书培养起来？此子之前不过是在藏拙隐瞒自己的天赋，从而在其大母的掌控下苟延残喘，如今楚艳红已经是手握重兵的玄武将军了，长子已经是玄修，武力超群，次子同样不弱，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若是连他这个幼子都成为玄修，楚家的实力是不是就太大了？传令下去，比试一个月后进行，楚天书在江家是弃子，而在我们这他不是。恭喜宿主打通第36个穴位，请尽快打通全身726个穴位和所有经脉，方可继续玄气修炼。想快速打通所有穴位，我为何不试试给自己针灸，用外力打通呢？就算打不开穴位，应该也得不了小命吧？赌一把。哼，今日已是第八日，该去瞧瞧楚天书暴毙而亡的样子了。怎么可能？他居然还活着，还在这里卿卿我我。楚天书，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公主刚醒，你们就在这卿卿我我。我大不大胆还轮不到你管。以后你住外面厢房，秋玉、冬玉住次卧。你什么你？别忘了我现在是驸马，我的事不用你管。秋玉、冬玉，你们可以心灵相通，如果联手的话，
应该可以打败淬体三重的武者。慕容雪是大母的人，一直想害我，我打算找个机会将他除掉，但需要你们的帮忙，所以你们要更加好好练功，知道吗？放心吧，少爷，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只是那胡不悔是淬体六重高手，远非淬体三重可比，少爷你如何是好？别看我现在才一级血，厉害吧，少爷的法术真是神乎其技。楚天叔，我这里有本天行诀的玄气功法，你可以学。公主，你从宫中回来了？你个混蛋，亏我好心想帮你，你竟然在这养野女人。公主，你听我解释。公主，你误会少爷了，我们只是少爷的丫鬟，正在给少爷捏肩膀。府中这么多丫鬟还不够你用吗？非要再买两个？他们是我从牙行赎回来的丫鬟，不是什么野女人。楚天叔，我李玄成说到做到，来还钱了。我他妈这一来就发现了家暴现场。你又是谁，竟敢擅闯公主府？在下户部侍郎之子李玄成，见过如新公主。我与楚，不，驸马打赌输了5000两，特来还钱。对，是我吩咐门卫，如果他来还钱就让他进来的。好啊，你身为驸马竟然还敢出去赌博。公主误会了，不是赌博，是我与驸马都想买下这两位姑娘，便打赌竞争，输了驸马5000两银子。真的如此？我发誓，千真万确。现在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与胡不悔比武，你若输了，迫使我又要嫁给他，那么我也会将你刺死然后自杀，到时候我们还会入棺同葬。公主放心，我一定会赢的。这次多谢李公子帮我解难，不然我真不好向公主解释了。哼，少跟我套近乎，钱我给到了，下次比试我绝对赢你，就比你擅长的诗词。跟我比诗词？给你八辈子也赢不了。什么？你上次不是说孙玉一专门诊治过，说他活不过七日吗？是啊，也不知为何，那楚天叔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连门都不出，现在却越来越神清气爽了。我们不能再留着他了，之前估计他的生母报复，但现在天阳已经成为玄师，还拜了个好师傅。好，今晚就动手。上次用针灸打开穴位有明显成效，隐隐感觉马上要冲开全身经脉了。我真是个天才，这么快就经脉全通，成为一级玄师了。宿主打通全身720穴位与所有经脉，眼睛进化为星月之瞳。眼睛竟然可以吸收星月之光来提升体内玄气。恭喜宿主领悟幻术镜花水月。镜花水月静随意动吗？厉害，只要我一念想就可以变出什么吗？那如果少爷，我们给您暖床呀。夫君，天色已晚，我们该休息了。好技能啊，就是有点晕，还是接着睡觉吧。这幻术以后也不能一直用，对身体不好。恭喜宿主突破2级玄师，寿命增加1年，眼睛透视能力得到进化，具体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没想到这么快就达到了2级，照这个速度，1个月后最少能到达5级玄师，应该足够对付胡不悔了。驸马，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还请用餐吧。这般好言必有猫腻，快尝尝大母特意为你熬的鸡汤，
这喝鸡汤可是一件美事。居然在这里下毒，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怎么不喝呀？你再出去帮我叫几个菜。今天本驸马身体康复，想喝点酒庆祝一下。你的身体真的好了？当然，快去吧。嗯，好。吃吧吃吧，吃饱了好上路。这菜里有毒。是慕容选下的吗？他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害少爷。他其实早就想害我了，只是之前御医说我只剩七天寿命才没有动手。是真想不到他竟敢在公主府动手。他很快就会回来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不如趁此机会除掉他。少爷，您只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就可以。我们只需要这样。雪儿姐姐，不好了，少爷他刚吃了几口菜就突然倒下了，请雪儿姐姐照顾下驸马，我们去请御医。谁都不许去，否则杀了你们。饭菜里的毒是我下的，中了此毒的人最后会肝肠寸断而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楚天舒啊，楚天舒，难道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你本该七日之前死，可你为什么还要复活？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多想杀了你？你杀了我，就不怕我母亲将你处死？你母亲？哪个是你母亲？你怕是连生母的样子都不知道吧？知道姑姑这么多年为什么把你当废物养吗？就是因为你那该死的母亲。你生母明明只是个小妾，却还剩下你这个小畜生。姑母要不是忌惮她有点实力为你报仇，早就该把你杀死了。那现在怎么又敢杀我了？看在你要死了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天阳哥哥已经成为了玄师，更有了厉害的师父。别挣扎了，闭上眼睛乖乖等死吧。你这废物，根本就不该活在世上。慕容雪，你竟敢毒杀驸马！你竟敢毒杀驸马！皇后不是在宫里吗？她什么时候？跪下！皇后娘娘，我不是。该死，假的！楚天舒，你竟然阴我！慕容雪，想害死少爷，不可饶恕！去死吧，楚天舒！楚天舒，我与你不死不休！少爷，我的剑可是尽满剧毒，楚天舒，你必死！要不是为了天阳哥和姑姑，我堂堂天骄之女怎会沦落到和你这等无耻败类为伍？我本该高高在上，和天阳哥哥一起，都是因为你，你这种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为什么？姑姑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都完成了，我终于能够配上天阳哥哥了。成为天阳哥哥的女人，你没死啊，姑子！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的攻击根本未伤我分毫。要死你自己去死吧，我就不给你陪葬喽。提前狡诈的狗杂种，我不都小瞧了你？你别得意，姑姑和大公子一定会帮我报仇，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屁屁把这里清理干净，将慕容雪的尸体藏起来，不要让人发现。是是，少爷。他的一生被姑母所利用，如果没有这般利益冲突，你我兴许就不会这般斗的性命都没了。一个被封住穴位的淬体六成武者，战力便如此恐怖，一个月后的比试
面对全盛状态的胡不悔，我要如何获胜？一个月后的比试，面对全盛状态的胡不悔，我要如何获胜？况且胡不悔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狂化，必须得赶紧进行大梦周天修炼，更上一层。恭喜宿主抽到高频武技太极拳功法，请在半个月内修炼至出神入化。高频武技？没错，所有武技皆分为低频、中频、高频三个等级。低频武技只有招式，分入门、小成、大成三层，而中频武技不但有招式，还有引导气血的方法，在大成之上多了一个完美。高频武技玄妙无穷，层次上又多了一个出神入化。强如慕容雪都还只是小成的低频武技，胡不悔的狂化据我所知是中频武技。特别提醒宿主，凭借武技的熟练程度才有越级挑战可能哦。我明白了，这恐怕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楚天舒，你在搞什么？刚才屋内动静那么大。看样子是一直在派人盯着我的住处，还是对我不放心呢？公主，我刚刚修炼出了点问题，没注意到分寸。什么？本公主的终身大事可都系在你身上，你要是出了问题，一个月后的比试怎么办？我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可这问题说来还和公主你有关。当日问你医治时，为了彻底帮你清除毒素，我只好将你体内的残毒都吸到我体内，再慢慢化解。谁曾想这毒不好化解呀？你怎么不早说？本公主岂会欠你人情？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公主你肯不肯帮我。什么办法？我已将所有毒素都聚集到胸口，只是此处离心脏太近，不可用蛮力逼出。现下你只要帮我把毒给吸出来就行了。吸？怎么吸？你该不会是要本公主用嘴吸吧？是呀，除了嘴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吸了。这什么狗屁办法？你该不会是蒙我的吧？怎么会呢，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修炼。来吧，本公主可不想欠你。总感觉有些奇怪，算了，不管了。好舒服啊。我感觉吸得差不多了，你自己看看，竟然睡着了，这家伙。喂，醒醒，有那么累吗？真的是连句谢谢也没有，在我面前也太没有防备了吧。算了，他也是为了帮我才拼命修炼要赢得比试，就别太苛刻了吧。少爷，奴婢怕伤着你。对呀，你都没有学过武技，叫你们来就来，我有分寸，别废话了。看来我的这套太极拳法效果很不错呀。少爷何时得来这么厉害的拳法？不是别处得来的，这乃是我睡觉时自创的高频武技。高频武技？少爷太厉害了，睡觉都能自创高频武技。放眼整个楚家，都才只有一部高频武技，少爷居然就能自创了。少爷，经过一天一夜的修炼，我们已经达到了淬体三重的境界，但慕容雪的尸体要怎么处理？这两天都有熟悉的丫头来问慕容雪下落，这时间久了会不会暴露啊？凭我们三个想把尸体从公主府运出去很难，先暂时埋在附近，到时候再想想其他办法。好的少爷，我现在就去和秋玉去后院挖坑埋了。等等，我先看看公主的人还有没有在盯着我。我去，这是什么？杀手？他们是怎么潜伏进来的？不会是大母派来杀我的？不对，朝公主进攻去了，想要刺杀公主。有刺客，快去保护公主！公主不能有事，现在她要是死了，我也活不了了。他们的目标是公主，快去！是。这群刺客行动如此迅速，就快到公主府了，可秋玉都没有赶过去。
只能这样了。快来护驾！公主，装好别被发现，有刺客要杀你。领头的是淬体八级，其余的是淬体六级巅峰，太恐怖了，但也得引开他们。这群刺客行动如此迅速，就快到公主府了，但也得引开他们。公主殿下，府内遭到刺客袭击，刺客已被驸马引开了。什么？楚天书绝不能出任何闪失。柳烟，你快去帮忙。可皇后让我保护您。胡有御林军，你快去，别忘了他还要和胡不悔的比试。是。刚才的声音就是从前面传来的。你们胆子不小，竟敢擅自行动，我不是说了等我通知吗？刚才那声警告是你喊的吧？挺有胆子呀。见到我们还不跑，如此有恃无恐，莫非有埋伏？一群蠢货，你们差点坏了那位大人的事。那位大人？你说什么？你是谁？刺杀公主一事本该我来主持，你们倒好，公主府早已设下埋伏，你们还自投罗网，是想死吗？是想死吗？怎么回事？不是说公主府没有察觉吗？那女人骗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眼前这家伙真是组织的？阁下隐藏修为定然是有隐情，只是不知道阁下是组织下哪个分支的。那你们可仔细听好了，老子是动画分部的。分部的？动什么？画什么？莫非是我们不曾知道的新分部？不是不相信，主要是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动画分部的都是什么水准。还有暗访是我瞎扯。谁派你们来的？给我吐出来！这些刺客此番行动迅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兴许还有内应。抱歉，楚公子，是柳烟来晚了。没有没有，来的刚刚好。你快去查查有没有其余刺客，不用担心我，我会尽快回到公主那儿。之前听闻楚天书是个只会寻欢作乐的草包，如今一看却是遇事有勇有谋，张弛有度，传言果真做不得数。或许还有一种办法处理慕容雪的尸体。楚天书，你敢说雪儿的死和你无关？大母，你就算不喜欢我也不能这样血口喷人，将莫须有的罪名担在我的头上呀。昨晚要不是有柳烟大人相救，今天躺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我也很无辜的。楚天书，这笔账我早晚给你算清楚。公主殿下，驸马的房子意外着火，好像有些过于意外了。慕容雪的确死得蹊跷，但那又怎样呢？现在楚天书对我来说更重要。属下无用，公主府除去御林军层层防护，那位柳大人也一直守在他院中，一直没有机会近他身。无妨，整日只知与两个婢女厮混，又如何能赢北幽王子？以后什么都不用做，看他自取灭亡便是。宿主突破四级玄世，太极拳修炼至出神入化。修炼分午修和玄修，午修最高只能到达炼体九重之境，玄修虽然分为玄师、玄师、大玄师、大玄宗师等级别，但同阶玄师对上午修，完全是被打击的对象，只有迈上玄师境才可无视淬体九重。而我虽是玄武双修，但想凭四级玄师之力加上出神入化的太极武技对付胡不悔的淬体七重还是不够。公子，柳烟大人来访。这么说武斗之前柳大人都会守在少爷的院子里？嗯，我也是遵从公主吩咐，防备有刺客再次入侵。箱子里尽是天才地宝，多谢驸马昨夜牵制刺客有功。公主也真是客气，可惜这些宝贝我用不上，反而我这两位婢女用了，却有机会大大提升。给我们？这可是公主为了少爷专程搜集的，我们岂敢善用？所谓物尽其用，才不会辜负公主美意。我家公主才不会这么小气，对吧？那是自然，公主已经给了驸马，
那驸马想怎么用都可以。秋玉冬玉，走吧，我助你二人提升，那柳大人请自便。连上好的材料都看不上，公主耗费如此大心力，希望不要信错人才好。秋玉冬玉，走吧，我助你二人提升。如果让他们脱掉衣服下水，试试各大网文影视最精髓的药浴修炼，也许会有意外之喜，可这样会不会太唐突了？我们的命运与少爷息息相关，他如此体贴，我们不该让他为难才是。那我们就用行动告诉少爷，我们会对他付出绝对的信任。我也不能仗着自己是他们的主人就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呀。少爷，请尽情吩咐。闭上双眼，静静感受，我会引星光之力强化你二人经脉。星光之力与吸收众多天才地宝的药浴之力，将会大幅提升你们境界。秋玉冬玉，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继续。感觉真棒啊。驸马，公主请您用膳。我知道了，你下次别站门口堵我，怪吓人的。就算你是五级境界，凭什么能对付拥有七级战力的胡不悔？就知道你不信我。要不我来打个赌，若我赢了，以后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你都要叫我一声夫君或者驸马，并且让我一直住在公主府之中，可否？我答应你。竟然答应了？他不怕我真的赢了吗？抓你吃完就去修炼吧。少爷，等楚天书与胡不悔比武一败，我们便将此事传遍整个西秦国了，今后就没有人跟公子争着第一纨绔了。你以为老子稀罕那称号？楚天书必须由我亲手击败。滚，别耽误老子用功。用功？少爷，你终于悟了。哦，老爷知道后一定会开心的再次跳断腿的。少爷，您都写了什么呀？也让我们看看吧。一直觉得有哪些不对，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正好你们帮我看看。灭了北幽国，代替楚天书上场。少爷，你不对劲。楚天书在我击败他之前绝不能这么轻易就死了。楚天书，今天你可不能输哦。公主紧张吗？咱们这也算是共进退的战友了吧。怎么回事？刚刚我从他身上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但一下子又没了。起驾武斗场。公子，此战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敌，没有彻底击败对手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国师的教诲我都记得，不过前面好像出事了。来来来，买北幽王子胡不悔赢的一赔一万，买第一纨绔楚天书赢的一赔十，买定离手啊。我买胡不悔。还有我。胡闹，还不赶紧把这等招摇撞骗的混混弄走。等等，这个人我知道，我北幽与西秦相互试探多年，谁也占不了便宜不说，反倒白白的损耗。如今我们两国能摒弃前嫌，以和为贵，背后可少不了他的功劳。哼，过奖了。西秦北幽本就互相有亲近之心，我不过是把我们共同的心愿提到了明面上，自然水到渠成的。我可不是恭维，三年前你跟着你爹户部侍郎入我北幽议和，在决胜第一勇士的角斗场外指点我的对手。当时那副惨样让我印象深刻，不过抱歉，我偷偷买的是楚天书赢。王子，再不过去就要错过登场时间了，到时候可就直接被判定认输了。没听过的规矩。看在两国之谊的份上，我自然要留你一命，你便给我好好看着这场武斗到底谁能逢凶化吉。放心，我马上就能到会场了，但首先得让这些热心观众让开才行。不愧是王子，实力又变强了。国师，帮我买我赢。李玄成，这一局我要你赔得连裤衩
都不慎。皇上口谕，本着西秦与北幽两国友好切磋武艺的原则，这场武斗啊，为的是增进两国感情，友谊第一，输赢第二。至于如新公主的归宿，也绝非二人输赢所能决定。但皇族优秀的女儿非常多，王子若是赢了这场武斗啊，可另聘皇族之女为妻。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怪不得这西秦皇上要横插一脚，将原本楚天书与我二人之间的义气之斗举办成代表两国武艺切磋的大赛，竟是为了摘开公主这个赌注。看来比起我，他更满意现在的驸马楚天书，而且他想要保楚天书不死于我手下。难道他让我不杀我就不杀吗？北幽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不能跟他们撕破脸皮，否则我们是走不出这皇城的。难道他让我不杀我就不杀吗？只要楚天书死了就有机会。我这老丈人是完全不相信我能打败胡不悔呀。也是啊，胡不悔是淬体六重，但加上他特殊血脉的狂化，实际绝对不会低于七重淬体之力。啊，这怎么觉得有点面熟呢？水主紧要关头就别说笑了。哎呦，这不我提款机吗？你这怎么啊？不会是被胡不悔揍的吧？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他敢揍我，给他十个胆都不敢。实在不行你就投降，不管怎样你都不能死，你小子只能被我击败，听到没？为了帮我甚至不惜被揍成这副熊样，那只打平手有点说不过去了。楚天书，我的血月刀法已经大成了，你确定不用兵器吗？请便，我不爱用这东西，何况你是客人，我得让着。这刀好快，不愧是淬体六重，速度和力量也太夸张了。我对着脖子的一击竟被闪开了。胡不悔的实力果然强悍，刚那一刀恐怕还未发挥一半实力，若是认真情况不容乐观。楚天说是废物，连这一下都差点躲不过去，我看是完蛋了。李玄成，现在知道这家伙在吹牛逼了吧？听说你还买了他赢，是不是傻？说的好像你上你就能撑得比楚天书久一样。可闪开刀刃也未必闪得开刀锋。正好来试一下所谓出神入化的太极拳吧。最好一刀劈死这逆子，也免得我再费心了。这弃子是从哪里偷学的奇怪武器？难道是他生母？可废物终是废物，凭着假把式能掀起什么？还以为你会什么厉害的招式，用这假把式是决定不了胜负的。接下来我要认真了。这是血月刀。这样下去不出十招就会惨败，还是不行吗？青儿，不到最后一刻，胜负终难料啊。但难道你想嫁到北幽过去吗？孩儿不想。可是难道你没发现早已过去了十回合，他不仅没落入下风，反而也找过了出路。防下来了？怎么可能？我就不信你能全防下来。这一刀我看你怎么防。进攻权在我手上，你直接防出去。我是不能放弃，但自己的力量又如何？一平一击，孤王子便被打得再起不能，难道只一击就能结束战斗，分出胜负了吗？结束？没那么简单，气场变得不对劲了，看这情况是要进入狂化状态了。狂化一出，这场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速度太快了，
以我目前的体质，根本跟不上。家伙招招致命，已经癫狂到真想杀了我了，那只能……修罗眼功施展成功，对方将看到自己害怕的大兵。这是六级玄世界修罗眼梦，他是玄世，他不是废物。今日本大师就好心教你礼义廉耻，老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教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做人当虚心为上，不要恃强凌弱。教你做人留一线，你要带着谁都鄙视。操，哪来的光辉哪去？是幻术，没想到此子竟然掌握了玄土最难的招式。不仅如此，他刚刚施展的武技起码是大成级别。这楚天书真是给了我们好大一个惊喜。要知道世间已知的所有修炼体系中有一类极其罕见的精神力选修，而精神力一系中最难获得的技能天赋又非幻术莫属，这楚天书不简单啊。王子赢了！何等精彩的反击！土佛马的攻击虽不致命，但招招让对手丧失战斗力，看来王子是起不来了。我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是……我还没输。怎么会？王子又站起来了。我不能输。不行啊，这些食物根本不够分。这片地区的食物也终于要耗尽了，或许得扩大猎区了，但再往外走就是妖兽的老巢了，太危险了。那能怎么办？就算我们不吃，老人和小孩总不能没得吃吧。哎，没办法，大人少吃点儿，等明天我们再去远点的猎场看看吧。老宗主去得早，只寄希望于王子能尽快带领我们走出这片困境了。你们学好告诉我，下次去西秦给你们带回来。哇，西秦人穿的衣服都好好看哦，我喜欢这个还有这个。下次是什么时候啊？下次就是下次。那下次我也能去吗？我好想去一次中原啊，听说那里的山绿油油的，还有好多蓝色的水。胡说，怎么会有绿色的山蓝色的水？就有，是书上说的。王子哥哥，这些衣服好漂亮，可这个生日礼物会不会很贵啊？这么小就知道省钱了，不过没关系，你这么漂亮，留着长大后穿上一定很好看。谢谢王子哥哥，我最喜欢王子哥哥了，我要快快长大，永远跟王子哥哥在一起。我也要，我也是。好，那我就等你们健康长大吧，等你们再长大一些时，我就带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你们想去的地方，一起去看看绿油油的山还有蓝色的水，我保证。没错，我答应过他们的，说好要保护大家，带大家离开这片荒芜之地。我相信只要有理想，总有一天一定可以实现。直到那天，为了找到食物，我们只能扩大狩猎范围，去误入高等魔兽领地，魔兽跟踪我们的踪迹，入侵了我们的家园。那一天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噩梦。除了恐惧，还有愤怒也一并烙印在我的心中。
从那天起，我杀死了天真的自己，面对不忠和愚者，我不再手下留情。为了在这片蛮荒之地活下去，我们驯服魔兽成为了搭档。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与中原人频繁建立贸易往来。其实这样还远远不够，北幽的环境依然在不断恶化，饥荒、旱灾、自然灾害、外敌，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只有离开这里，我们族人才能真正的安全。不管看几次，中原的天还是很美，而公主身体突然抱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用自己换来族人安稳生活的机会。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要打倒你。我不能说。王子又站起来了，究竟是怎么样的意志和战斗力才能解开幻术的攻击？居然解除了我的狂化，那这场争斗有意义吗？就算拼上性命重伤他，反而会为族人带来风险。而他楚天书确实是个人才，文武双全的人才，现在只能再考虑除了成为驸马，还有没有其他能够让族人获得安全的方式。有的。还有其他的方法，看那边。之前你说过李玄成帮了你们很多，如果能让李玄成和北欧的交易由国家认可，扩大规模进行互市，北欧的生活也会好一些吧。王子，你是本性善良的人，为了你的臣民，所以才一直在西行逞强吧。去大雾剑吧，他会原谅你的。你们俩关系真好啊。我原谅你了。我输了。王子，王子认输，这场武斗楚驸马赢。来来来，钱都给我，给我。亏死了，全亏死了。这下钱全让李玄成赚了。楚天叔，你还真是厉害，本公主就知道你会赢。怎么了？本公主就是为自己高兴。如楚天书这般武技已出神入化的少年英才，若非朕亲眼所见，也是绝对不信的。远的不说，像北幽王子这样的天才，也只是将刀法修炼到大成而已啊。这逆子多年来演出的愚钝荒唐，让这一场武斗彻底颠覆，而我竟然才是那个天大的笑话。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叫出像楚天书这样的一个人，只能是他才做得到吧。无需多想，这逆子虽然隐藏得很深，但好在暴露得早，现在还掀不起什么火花。小姐，不看了吗？我已验证心中想法，不必再看。原来是精神力的学术，今日观他大拇之状，果然是拿楚天书当猪养的。那他藏拙至今，背后定另有高人。我儿真是太出乎为娘预料了，居然打败了北幽王子。我刚才看到你被胡不悔的刀划伤了，没事吧？又想来捧杀那一套，你还真是无趣啊。这竟是这般态度，莫不是真以为有公主做依靠，修了点旁门左道便可为所欲为了？等我儿天阳回来，必有你好受的。母亲，今日比武我有些累了，想早日回去休息，还请母亲包涵。楚天书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天纵之才，藏巧于拙这么多年，身为驸马有名无实，又在楚家边缘地带，我北幽自当争取这块宝玉。陛下，西秦国果然是人才辈出，小王还有一个请求，希望陛下恩准。
北幽王子所言极是，我西秦人才济济，今日王子虽战败，但仍让朕大开眼界，有何请求大可直说。按照约定，我若胜了，公主以后可要称我夫君或者驸马了，公主可要言出必行才是啊。本公主向来说到做到，还需要你这般提醒吗？圣旨到。父王怎么这么晚传来赏赐旨意？莫非有其他安排？比武结束之时不传旨意，现在才传，背后必有安排，究竟是福是祸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日驸马智通双全，为国立功，扬我西秦气度，乃功勋一件，在家前日拯救公主性命，勇退刺客夜袭，此乃两件大功，特封而为侯爵，敕封帝炎黄献侯，钦此除驸马，可以接旨意了。谢陛下赏赐。驸马，殿下还有口谕，皇帝说希望未来您就和公主一起住在公主府，公主从小就娇生惯养坏了，会有点小脾气，你平时要多体谅一下，尽量多照顾一点，和睦相处，父皇和母后还希望明年能抱上个小外孙呢。谢公公传达，公公辛苦，留下吃口饭吧。不了，我还要回宫复命呢，驸马任务艰巨，一定有很多话要和公主说，我也就不打扰了，告辞。公公慢走。公公慢走。这玩意儿是真的吗？是真的，皇帝肯定不会作假呀。难道公主就不开心吗？我们现在可是拥有了那么大的领地。哼，我就猜到你是这么想的，可我要告诉你，那块领地是父皇和母后赐给我的，和你没有半点关系。公主，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陛下都已经认可了我们，我也帮你打败了胡不悔，即便咱们现在感情不和，那也得一起向前走一走，试一试，你说对吗？呸，谁要和你走一走试一试？哦，话说今天早晨有一个美丽无双的绝色佳人，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向我许诺，只要我打败了胡不悔，以后就叫我夫君。现在我已经赢了，那个美丽的公主似乎还没有遵守承诺。我就不遵守承诺，你能怎么样？哎，刚刚接到皇上口谕，说公主平日娇生惯养坏了，让我多多照顾一下，说明年想抱上大外孙，皇命难违，我也是身不由己呀。楚天舒，你敢？哼，你猜我敢不敢？你，楚天舒，这个仇我记下了。经过这次，也算正式得到皇帝的认可，也成为了公主驸马，算是获得自由了。可这炎黄县离国都1300里，往北800里是北幽国，往西南100里是妖兽肆虐的高原大山，甚至历史上还多次被异族肆虐。皇上皇后真的是在为公主打算吗？以后我们两个若是都不在了，新君登基自然不可能再宠溺姬如馨，所以还是让他们离朝堂远一些，以后落个逍遥自在，有个封地终老。这其中的道理我自然明白，皇帝人家为自己闺女的将来考虑呢，可炎黄县虽已不再是边疆，可那里毕竟还很荒凉，方圆400多里的县一半是山区丛林，经常有妖兽出没，人口也不过8万，年景好的时候税收也很难超过52000银，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官府镇压动乱，送钱送粮接济，没有达到玄师境界都无法在那片地方活下去。他日若真是要前往封地，以我现在5级玄师实力，怕是只能对付一般妖兽，当下得赶紧睡觉修炼。
本公主向来说到做到，可不能让楚天舒小瞧了。真人睡觉在傻笑什么？还挺可爱的，这家伙怎么说行就行？这样看他还蛮帅的。公主，你这是为何？我怎么觉得我们突然有些过于亲密了？不是，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我只是觉得白天答应你的事情，作为公主有必要遵守承诺，我才不会欠你什么留香画饼。什么？你听好了，夫君。谢谢公主。谢谢？他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觉得本公主还配不上他？才不是这个。楚天舒，你流氓。这两夫妻今天怎么这么安静？怎么不见公主和如烟呢？帅爷昨晚好兴致啊，可公主早上起来后就发了很大的脾气，说公子昨晚是臭流氓，还说要去找皇上下旨砍了你。然后刘烟大早起就护送公主去皇宫了。公主说话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啊，再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就算有什么，皇上也不能用这个理由砍了我吧。公主八成是进宫和皇上说说话而已，大概率是去看看封地的事情吧。我猜说不定现在公主后悔了，又想当北幽的王妃了。呸！哪来的手下败将，区区修毛怪也不照照镜子，配得上公主吗？玩笑话，楚公子不要当真。楚兄别太见外，昨天一场比试，胡王子已经对你心服口服了。你是不知道，胡不悔昨天已经在皇上面前以王室的身份率领北幽部向西秦称臣了。现在西秦的领土大了好大一块，虽然没办法立刻实现，但是他请求开放大规模互市，两边臣民相互交流，边境后续也会繁荣起来。重点是胡王子居然要把护士的整体利益分出10%给楚兄你呀、啊！我估算了一下，这笔钱居然足够支撑武装起2支骑兵部队。这可是相当大的分红啊！2支骑兵武装，不回老弟，你可真是慷慨的好兄弟呀、啊！楚兄乃指点北幽国道路的太师，此点小利不足挂齿，都是楚兄应得的。只是胡不悔有一事不明，还请楚公子解答。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楚兄真乃玄氏奇才，不出我所料，这八极拳确实奇妙，领教了领教了。小王此行的所有目的都已经达到，时不我待，北幽国这边我要抓紧回去处理新政了，下午就打算动身返回，这段时间承蒙楚兄玄城老弟关照了，咱们后面有机会再聚吧。今早我让巫师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楚兄，不日就能送到贵府，楚兄你一定会喜欢的。我突然有些喜欢这个情敌了，做事光明磊落，要比许多西秦国的贵族公子哥无所事事强上800倍。谁无所事事了？我也很忙的好吧，最近我爹给我报了一堆先生的课，我只是抽空来看看你。走了，就剩你一个人无所事事吧。无所事事吗？睡觉修炼躺着变强可是一大要紧事，毕竟我那大母之子可随时会回来。怎么会这样？凭学妹的修为怎么至此？天涯，你都看到了吧，这个逆子根本不将我们母子放在眼里了。
还记得小时候雪儿她一直缠着你，要和你一起逛灯会。这糖葫芦雪儿好喜欢呀。志阳哥，这个舞姿美吗？那年你非要跟随你父亲前往边疆战场，他一个人默默哭了很久，说要等你。可是现在你们却永远的阴阳相隔。志阳哥，要安全回来，雪儿会一直一直等你。这逆子先前还想要强暴你妹妹，他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全息素的人谁不知道。雪儿那天进宫是为了陪着他护他这位弟弟的安全，哪知道晚上就死了，连尸体都没有留下，说是遇到了刺客，但有可能早就被这逆子给杀了，索性利用刺客事件将他的尸体与刺客的尸体一起给烧了。他就是利用自己现在是驸马的身份，趾高气扬地欺负妹妹。雪儿什么实力你是知道的，以他的武功绝不会被普通刺客杀掉，而楚天舒前两天却展现出了超高强的武功，他肯定是利用了雪儿善良的弱点。是他，一定就是他。儿啊，当年这妮子的母亲离家出走的时候就说过，若楚天舒出了什么意外，他就会杀了我们一家，就连你父亲都不敢说出一个不字。为娘猜测，这就是他楚天舒咄咄逼人的依仗。你总有不在的时候，这次若不将楚天舒杀死，为娘的性命便朝不保夕呀。这一切都是楚天舒害的。楚公子，该回去了。滚！雪妹，我现在修为已经小成，还被师父赏赐了一件护身符，定会替你报仇。母亲，所谓驸马爵位，在儿子眼里都是浮云，儿子想要杀他也只是弹指间的事情，我就派人前往公主府，届时我会亲自将他废掉。哦，这小家伙还挺精神。哇，他毛发稠密，白白软软的，好可爱呀。驸马，他是妖兽角狼幼崽，而且是白色稀有品种，不仅可以听懂人言，而且上千只角狼中才有机会产出一只珍稀品种，王子临走前特命我专门取来送给驸马。胡王子还真是够慷慨的，竟然将如此稀有的东西送给我。驸马能喜爱，我家王子自然最开心。这种妖兽我该怎么处理才好呢？怎么突然疯狂起来了？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好狗好狗，乖乖。什么？这他妈原来是只色狼？什么？果然是佳偶天成啊！公主和驸马能被此兽同时认可，实属不易呀。那在下公主二位，今后可以白头偕老。多谢使者。秋月、冬月，上茶。今日多谢公主驸马的深情厚谊，只是在下还要回北游述职，所以不便久留。那么就此告辞了，一路顺风，慢走。驸马，大公子回来了，说很想你，夫人一说希望你可以回家一趟。李仲阳，这家伙是慕容江月身边仅次于慕容雪的狗腿子，而且还是个淬体九重的高手。你说大哥回来了？不错，大公子说若是您不回去，那他可就要亲自来拜访你了。不过老奴觉得小少爷哪是什么驸马什么县侯，在亲人面前全都狗屁不是。况且大公子毕竟是您的大哥，于情于理您都应该回一趟娘家。
柳烟，公主，老奴不是这个意思，老奴只是觉得按照规矩，驸马理应回家看看，即便是嫁出的姑娘也有回门的说法，您说对吗？柳烟，你按照你的意思，那就应该当县侯的驸马去拜访一个身无任何爵位的武玄伯之子，你觉得合适吗？公主说的这老东西眼里根本就没有把楚天舒当少爷，你回去吧，本公主现在不允许驸马离开公主府，若是楚天阳真想见弟弟，就让他自己来公主府。公主，大公子有命令，老奴也只是奉命行事，还请公主不要让老奴为难呀。天舒，跟我回屋。老东西想为慕容雪报仇，便让他自己来。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样。